潘老师是在我认识的艺术界里面他是非常特殊也非常杰出的一个艺术家。贫困的时候，潘老师有三块两块，他就会存下来进行买颜料。那潘老师的作品在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宁静，甚至于他连嘴巴都不画，在我的感觉是比画得很动感还更激动更澎湃。